桃湖乡金湖农业休闲发展协会首次代表分林参加农委会第二届金牌农村竞赛，经过一年比赛，为全国784个社区单位当中摕下铜牌。协会因此将得到的奖金分别回馈予社区内的三间学校以及三处年轻食堂，希望将这届荣耀和地方做伙分享，也尽一挂心力。小朋友甲大人大声发着赞，因为靠向金湖农业休闲发展协会首度代表分林参加农委会第二届金牌农村竞赛，摕到铜牌奖的佳绩，并将比赛得到的奖金200,000，扣除税金了后，剩的180,000，一半来捐出去给地方三间学校以及三处的中青食堂。那其实我们得到这一笔奖金之后，我们就马上召开里监事会议，就是要把奖金做一个那个回馈社会的一个。服务这样子，我们的奖金扣除这个税金之后剩下180,000，那我们就提拨一半出来，里面就包含了三所学校、三个长青食堂。那因为口湖乡很多的乡那个村落嘛，还有学校，所以我们就是平均分摊。那我们希望把这些奖金哦，就回馈我们的乡里哦，就一些长青食堂啦，哦还有学校哦，是一些哦教一些学子哈，希望多少给他们有奖助学金哦，收益一些。教会他们好。金牌农村竞赛经过一年的比赛，为全国784个社区单位当中摕下铜牌。比赛过程也受到地方的支持，希望将奖金回馈给地方共享公益。受奖单位除了金湖、大兴、将文三间国小，分别来得到20,000元的补助，也佮有江东505南山的社区，分别得到10,000元的补助。这份经费的益助对学校的帮助非常的大。因为我们也在推动校本课程，那校本课程的部分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体验跟参与，那也谢谢协会能够关注到我们学子们的一个学习的历程，那我们会将这份经费好好的善用在校本课程的体验发展上面，同心协力啊，完成啊我们金湖校的荣誉哦。今天那个会议当中呢，所领取的这个奖金啊，我们就以公益来实施。期待未来金湖农业休闲发展协会会当继续透过产业经营行销，创造地方发展机会，甲价值，也带予地方无同款的可能。记者陈贵祖参报道。